们你上班了就对了，城市什么你又当个叔叔妈的，又当我能上当。你再上个我，你凑到一千票就可以成主播，欢乐我对呀、啊！欢喜雨啊，龙哥，你凑到一千票，凑到一千票了。欢迎们吧，等会儿呢，求好的喽。你还有126秒，你看着办。好的，好的。这把是什么？不打，这把是整枪吧？这把整枪吧？不行，那2100。龙哥，你再给我出主意吧，给我再来150，我来100。那个龙哥，你再上个，你这样还差一点，你再上个400多，然后凑个1000，我俩人给你一块整，俩一块整行不？欢迎天子啊，8秒，给你整俩，那边有个女主持，然后再加上一个主播，1500，俩一块儿，整支是意思，哥懂了没有？爸，你有事儿吗？对，这主持没有意思，我知道。这把你看看开的是酷浪的，我说你要这样得了，你再上个你再上500，俩人一块儿整行吗？俩人一块儿整，俩绝对有意思。我让他俩打个配合吧。欢迎我气啊，咋的？你要跳个印度舞啊？这样啊，那个不会违反规则的。你龙哥，你看啥、啊？我给你整个好玩的。浪呢，你呢给我放羊，然后呢，你给我来个深情一点的，骚一点，懂没有？主播给我画上脸，哎，稍微配合一下，口红给我抹上来。这一天票能玩点啥？哥，你想玩点啥？你说。你也想玩点啥？等会儿呢。你家有牛奶吗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怎么玩，你先告诉我。他有的时候，你说那1000票，有的时候他玩不了。龙哥，你说怎么整了？我听你的。来，龙哥，我想想，你绝对能玩的。好，你说。